屈服击败珍宝阁。珍宝这牌宠飞完了，要被三点剑点没了。主要他有把三点剑，你知道吧？好像化身死了，化身死了，没了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说良心话，真看不懂。啊，这 PK 你叫我怎么说啊？我得回去再重新看一遍，我感觉是不是我看错了呀？那回合我的判断有问题吗？真言真有问题吗？带针了，他23回合的时候不是带针了吗？那、no, 你看，这不真了吗？这不真了吗？啊？哇操，这山，哇操，兄弟们早秒早赢了，真的非不拉山啊，早秒能不赢吗？啊，这么猛的法系让他躺了6回合啊，打什么东西啊，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？这么猛的法系早拉不赢啊，早就赢了。对不对？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兄弟们，那本来就是这么猛的法系拉是不是早就赢了？啊，绝对早就赢了。对，因为你开无间好像是没办法的操作。无间 CD 吗？哦，哎，好像结束了，刷了，好像没有操作那个了，刷了。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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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 CD 啊，我都说了有 CD， 怎么可能没 CD 啊？有 CD 啊，没连。这怎么刷的？就一只拳魔啊。
等一下，我得回去看一下，兄弟们，我看是不是我看错了？别冤枉了鬼子，我就看一下是不是我回合算错了。